好，现在我们所用的是这个banana 拍哈，自己专用的这种那个 image 的 build 的工具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在那个网站上面，就是我刚拍的照片上面去找到 banana 拍 GitHub 上的 tools， 然后从这个 tools 里头呢，我们下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回到我们自己的一个那个目录里头去。好，然后把这个目录里头的东西呢，好、哦，去执行，去把我们那个 BPI Signal VoIP 这个啊，把它给全部抓下来到我们自己的这个Ubuntu 里头，好、哦。那、啊、这时候你会看到有一大箩筐东西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这没关系。你可以看到它这上头的东西哈，其实你可以发现就是说，它这个事实上就是它会自动帮你去把这一些档案从没有到有，从 GitHub 上面抓下来，然后你以后只要想要做任何一块banana拍的一个那个 image 档案，你只要用这个 BPI migrate 这一个，然后 -h 的dash h 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说它有一大箩筐的选项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比较简单，因为像在那些那个比较常见的机种来讲的话，像 M2U 啊、哦，它就有一些啊、哦、example 啊、哦，那你就可以去把这一段把它 copy 下来，那之后呢啊、哦，你就是直接去用 BPI migrate 啊、哦。去执行刚刚那一段指令，这样你就会发现它就会自动去从 GitHub 啊、哦，去把所有相关的档案都给它抓下来，然后 make 出来，这样 make 以后呢，啊、哦，最后你就会发现说，哦，它如果你通通它就出现一个 down， 然后说，runtime， 而、哦、这像这个是4分2秒，啊、哦，然后你现在 ls。啊、哦，你有没有发现多了很多档案？啊、哦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image 啊、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 IMG 档？那我们把这个 IMG 档烧到 SD 或者是 EMMC 里头，这样 M2U 就能用了。